好，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 run tour。这是一个衣柜，从门进来就是衣柜，然后往这边走的话呢，就是冷气嘛，然后桌子、书桌，然后床跟一个小的床头柜，然后外面这看出去是风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窗户，然后外面可以看到风景，但是现在是晚上，所以也看不到什么东西。然后就先把它拉起来，明天早上再看外面有什么好看的风景。然后再往厕所走，这是厕所的部分。那厕所的话呢，就是一个，对，一些备品。然后就马桶跟电喷头就没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现在时间也已经是2:21了。差不多可以洗个澡睡觉了。我刚从机场回来就已经这么晚了，所以也没办法。好吧，赶快洗澡吧。